当我的笑声停止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好可怕！就是我不笑的时候。旁白哥抱抱，吴宗宪入围感言干话连篇，超搞笑。突然感性要献奖给小鬼，欠他太久。再一次入围金钟奖，预祝我在已经成功为节目再创佳绩。那蛋糕这么小，就不用推这么大的车子啊。蛋糕秀收一下，蛋糕秀好。是吴宗宪和掌上明珠吴珊如再评小明星大跟班角逐金钟，好，极限了，极限了，谢谢。极限挑战三道胡子，宪哥会自己把效果做好做满啊，几乎没有镇静的时刻。9月24号的时候，那一天我确实是有掉泪的。干嘛？对，怎么啦？突然间接到了那一封信，对。我拿到了卡拉轰天雷世界发明奖，我知道业界有人想要模仿我的产品，但已经不行了，直接就会告你。所以，对啦，有专利的话就没办法。那我们今天是要干嘛？我们先来入围金钟奖。那爸爸入围5项，你要恭喜我啊！有啊！你那天在大热门里发了大热门的文，然后没两天又发了这个玩很大的文。是是是。对，那我就是很敷衍的那一篇啊。对，而且你有没有仔细看照片？我的脸都被卡掉，所以谁在乎什么卡拉轰天雷的专利呢？谁在乎呢？哎，珊如跟爸爸久了，承袭乃父之风，很会捧梗。入围3个节目，老爸要跟哪个团队上星光大道呢？他们出的一个罐上，跟那个阿达，他们两个联合送给我一套西装，那总共2碗西装，穿的那个西装，然后跟你一起走红毯。对，所以最后会是我穿那个西装，然后跟点点还有露露一起走红毯。怎么办呢？你好。我是小鬼黄鸿升。早逝的小鬼曾是综艺玩很大基本班底。你要不嘛遇到挑战，要不遇到惊喜。嬉皮笑脸的吴宗宪突然思念起晚辈，感性了起来。如果可以拿到那个讲座的话，我还是要把它，拿去给这个小鬼的爸爸。对对对，因为欠他一座，欠太久也不好。哎，但感性撑不了多久。各位，宪哥还在。宪哥要让台湾的电视圈重新风云再起，相信也好，不信也无所谓。好，我觉得是宪哥跟阿咪老师。当我的笑声停止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好可怕！为什么要？就是我不笑的时候。和这样的吴宗宪比较对吗？宪哥干话语露，有没有得奖我们都不会太在意，只就是说只有你不在意吧，大家都很在意。我们当天是录小大嘛，对，我们那天要在这边要录影，然后他会听说有准备几个黑衣人是来摄影棚外面等我的。在那么高档的一个酒店啊，如果没有这一笔红包钱的话，会比较辛苦一点。有一个那个乐天女孩兄弟有来上过一些歌节。对对对。对，好像现在有。我没有帮他搬家哦。宪哥可以接受这么小的吗？20岁。我可以接受，但我女儿不会接受。郭台铭没有上过上镜头。如果他找我的话，应该是我挣的，他付的。如果我当总统的话，那就是在做梦。三立娱乐新闻，啊，你们走了，我好奇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哥就在这里。